我自己好中意食嘢嘅，特別係中餐啦。咁如果真係想可以開餐廳，我都希望開一間中餐廳咯。同埋我覺得依家好緊要嘅係要打卡位咯，所以可能整一啲佈置咧係可以俾啲人打卡，譬如有啲 quote 啊，有啲句子啊，或者有啲好靚嘅擺設，俾各大市民可以打卡咁樣。我就應該都會整啲好健康嘅嘢食啦。咁其實都學Michelle 講啦，其實都係需要一個打卡點啦。咁我自己本身就中意即係可能周圍去啊影靚相，咁所以依個一定唔可以冇噶。咁我自己就本身食素，所以其實都有諗好多呢啲 idea 嘅，所以就想譬如係素食嘅餐廳或者甜品。我知道近排都興好 raw 嘅 coffee shop 啊，即係文青啲嘅 feel。所以如果自己嘅話，我都想會係文青啲、乾乾淨淨、白雪雪咁樣，就係我心目中嘅餐廳咯。